你适应吗？小湘潭，小湘潭，没去想那么多了。小湘潭，慢慢来哦。哎，把它叫小湘潭还挺有压力的。小湘潭压力会很大了，不能给婆婆漏气，就要一直追着婆婆的那个程度了。那压力就大了。向佐和郭碧婷是观众看着恋爱结婚的，而向佐也曾称呼郭碧婷小向太，因为向佐心里非常认可郭碧婷做他太太，如今的郭碧婷正式成为他的小向太，还为向佐生下了女儿小奶黄。今年的母亲节也是郭碧婷过的第一个母亲节，向佐晒出了郭碧婷和向太抱着小奶黄的照片，并且甜蜜称呼郭碧婷为小向太。照片中小奶黄露出了正脸，胖嘟嘟的样子好可爱。看得出来郭碧婷和向太关系非常好，完全没有婆媳之间的烦恼。而且近日郭碧婷也是高调宣布复出，虽然向太希望郭碧婷可以多生几个孩子，但是郭碧婷想要复出的时候，向太和向佐还是非常支持她的，所以郭碧婷才会笑容满面的出现在大家面前，也正式成为了非常幸福的小向太。关注我，关注我，关注我。